舒淇东区住酒店内湖看新房。内湖捷运旁陈家生活圈机能发达，一户7000万元起，小资绝对买不起。呵呵，这当然不是房地产广告，而是苹果发现有大明星成了地产大亨，跑来看房子。哎呀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，需要房仲在红线设路障，放三角锥迎驾？噔噔，答案是曾跟齐天大圣交手过的舒淇呀。他一路杀杀杀杀进了贵宾室，畅行无阻。哎呀，车子倒是堵在街上，闪灯违停。我们看到了短裙妹妹拿着设计图进出小房间，接着换拿相机蹦蹦跳跳。哎呦，这么雀跃，想必是已经启动了追星模式吧。巨星舒淇不是纸上谈兵的买家，走出了接待中心砍无缺。哎呀，结果还在施工管线外露丑屎哦。老娘看完了告辞。舒淇在大阵仗簇拥下离去，车停红线55分钟还安在否？哎呀，好李家在，当然在。他被载到假爱之名的 Love 咖啡厅下了车，店家的窗帘故作神秘的为他降旗。哎，又没来由的升起来，最后决定降半旗就好。吃饱喝足了，大明星舒淇摸黑戴上墨镜。此时不但车换了一辆，连司机也换成了。哎呦，他弟弟呀，哎呦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最后的最后，终于回到了韩舍爱美酒店下车。哎呀，每次回台北都住酒店，可能住腻了吧。我看舒淇也不用买房子了，下次直接买酒店吧。苹果娱乐 online 还是欢迎来当苹果邻居了，不倒。